怎么啦？天天不是豆腐卷青菜是盐吃的吗？怎么不合胃口吗？哇，你什么意思？好吃的就藏着掖着，这是专门炖给妈补药的。哎呀，你弟媳小时就给给吃吧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我可以假装看不见。小姨娘出街吗？可以帮妈买一盒这种药膏，我要去店里把单子收了。哪有空啊，我约了朋友去逛街。喂，小英，今晚我没有空和你去吃火锅咯，我男朋友约了我看电影。不是吧，约了三次都这样，好久没吃那家的牛肉火。来点香菇，豆芽再给我拿一块钱，谢谢啊。弟媳就是26元。好冷啊！嘿，意不意外？他背影那么轻快。啊，好冷啊！哎，弟媳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啊，冷死了！哇，大姑姐，今天吃火锅啊？对呀，你不是想吃牛肉火锅吗？天气冷了，我就买了一些。大姑姐，你太好了。是人的善变，你都想吃什么跟大姑姐说就行了，你外面吃多贵啊。大姑姐你真会过日子。哇，冬天吃牛肉火锅太爽了，身体都暖和好多了。还有多吃一点啊，谢谢大姑姐。哎，我吃饱了。那大姑姐，我给你买的。不用去乱花钱，我不是还有唇膏吗？哎呀，拿着，你那个唇膏都见底了，过日子不要这么抠抠搜搜的。